段时间没去学校找你，你居然就跟小金总谈起了恋爱。没谈过。直接结的婚。嗯。什么时候的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生日那天。你搞出事儿了。你们同学间的悄悄话讲完了吗？啊，小金总你好，我是开发部的实习生梁晶晶。我和小贝比较熟，所以聊的东西有点多。有多熟？从初中就认识了。青梅竹马呀。啊，小金总，今天我请客。不用了，你打工也不容易，赚点钱省着点花。金小姐，你让晶晶请吧。他除了这家咖啡厅，还有一个果园，两间茶室，三间茶。原来是天真浪漫富家千金和落魄公子两小无猜的故事。小北，看来我们家小北以前多亏梁小姐照顾了。我照顾的比较少，我妈照顾的比较多。他难道以为我和晶晶？小北以后由我照顾，梁妈妈的爱心可以分给别的小男孩。梁小姐，你的实习……对了，晶晶，你跟姨妈说一下，下个礼拜我会去看她。嗯，好。你跟姨妈也说一下，下星期我也……姨妈？姨妈是谁？我妈呀。你妈是她姨妈？嗯、对啊。那你是？她是大我十个月的表姐。表姐，对啊，小金总，没想到你和小北结婚了。哦，对了，您刚说我的实习怎么了？我说你的实习工作，我想了解一下。哦，喂，丘比，市场部梁晶晶的工作表现怎么样？梁晶晶？谁是梁晶晶？非常优秀，能力突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你要被绑架，你就眨眨眼啊。梁小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转正了，以后有任何工作上的问题欢迎来找我。谢谢小金总，我会努力加油的。表姐当情敌，这么丢人的误会，怎么回家生孩子？我先试探一下他的态度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买个东西给你。看嘴巴上有没有东西，快点！快点什么？你说呀！现在是甜甜的啦，你可以来亲我了，然后回家生孩子。大街上你说什么呢？我说，你帮我生孩子这件事儿，我一个人工作能力再强，我也完成不了啊。我帮你。嗯。所以你大早上就是为了金蓉蓉，你跟我结婚难道就是为了生孩子吗？我们都结婚了，现在是合法生孩子，这件事我真的很需要你。所以你需要的不是我，只是我的功能。哥，
哥姐姐买束花吧。不，谢谢，不要了，你去一边玩吧，我们在说悄悄话呢。我都听到了，你们在聊生孩子的事。哥哥姐姐买束花吧，买束花对生孩子有帮助。行，你都花我钱要了，好吧，来扫一下。去吧。谢谢姐姐。妈妈，我把花都卖出去了。那生孩子的事，你先把花收了吧。你哪儿不舒服啊，小北？小北，小北，你别吓我！小北，后脑勺扎进一颗钉子也叫小意外。当时那片区域也没监控，亲戚们都觉得小北是因为叛逆跟校外的不良少年打架惹出来的事儿。小北17岁的时候，顾家发生了不少事儿，他那俩哥哥都是继父带进来的，后来他的妈妈去世了，顾家股份都被那俩哥哥给占了，关于他到底被谁打了，就更加没人管了。怪不得他要去酒吧驻唱。小金总，你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小北的表姐才让我参与新城区的开发案吧？怎么会，我一向公事公办的。你先去工作吧。好的，小金总。 Yes。 哦，对了，别让小北知道我找过你。竟然逼这么可怜的他跟我结婚，还把他当成生孩子的工具，我真是个人渣。喂，你在我们公司楼下，我这就来接你啊。梁晶晶，你真是太优秀，竟然不用靠小北的关系就得到了小金总的认可。金副总。您别动。我知道您遇到我就会倒霉，所以我马上消失。是人。对不起金副总，对不起。没事吧。梁晶晶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这个梁晶晶什么皇亲国戚的来的啊？这刚转正就进了新城区的开发案。他加入开发案了？那可不，还是小金总钦点的。刘勇，你帮我去做一件事，把这个复印一下给大家发一下。好的。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，今天下午4:30咱们开会，别迟到了啊。 OK。 好，小金总，我来公司没有打扰到你吗？怎么会，公司都一些七七八八的事儿。待会儿我们进去吃午饭。楼下那家餐厅特别好吃。金董，不得了了，你们家女婿来公司了。
对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小金总，我拿文件给。见到你我可高兴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一堆事儿，你今天来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没事。你肯定有事。我真没事。那你几点下班？五点啊。工作忙完就可以下班。你看着我。哎，你怎么不拍啊？拍呀！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。你们在我办公室干嘛？星背后，我用世界和生命去等。